裙带的女主持人更加是突出表现。尤其在昨晚，金梦佳在台上的气场不比吴昕和梁田还有沈梦辰差，在衣着上更是落落大方，在主持上同时反应敏捷，张弛有度，风趣幽默，其主持台风成为网友们热议的话题。作为湖南卫视的新晋主持人，梁田和金梦佳算是颇具代表性的了。梁田沉稳大气，临场发挥能力强，而金梦佳的台风也备受观众认可。这么有观众缘的两个人，这算不算是挖大宝了？金梦佳作为93年的新人，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播音主持专业。2014年签约芒果娱乐，在短短4年间开始受到芒果台的热捧。除了稳健的主持功底，其中甜美的外形、活泼的性格也是她的优势所在，得到不少宅男的青睐。其实金梦佳不管是作为明星艺人还是主持人，都是相当有潜力。以她的形象在演艺事业上发展也是不错。